对，喜欢看侏罗纪，今第一天嘛就来看了，差不多要大半年了。我大概是前两天知道了这个侏罗纪三要上映的消息，经历了这些疫情过来的一些辛苦以后，能过来看一场电影是非常的兴奋。这个无接触售票啊，包括场间呢，我们是每一场场场消毒，每一场呢我们至少两次的一个巡场工作。场次方面呢，我们是延长了这个场间距，然后还是严格控制在50%以下的这个上座情况，然后观众呢是间隔就坐的。